哈喽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阿实验室，我是阿正。今天我们来拆解一个新玩意啊，吃鸡神器啊，空投信号枪，我们来拆看一下。后面这边有说明啊，我买的是一把枪加两个降落伞。那么我一信号枪一把，空投枪，降落伞，这是什么降落伞？有什么诡异？看下说明书。3岁以下儿童啊，禁止玩耍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枪啊，这里面是有一个弹簧啊，这应该是往后拉的。啊，对，是往后拉的。这个应该就直接放里面了。我直接先不换降落伞，看下效果啊。哇，10命元，大约10命元，赶紧拿回来呗。我把这个降落伞装上去看一下啊。是这个样子啊，降落伞。我先把它系上去，先打一个火结，看看啊。把降落伞折成两半，再折成两半，折成两半，再折成两半。然后先把正方形放到枪管里啊，看一下啊。好，进来。然后降落伞保留大概1/3的外面，应该差不多就这样了啊。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啊。啊，现在我开始发射看一下啊，看一下效果是什么样的啊。3、2、1，好像稍微有点效果，大家看不出来啊。我再重新装一下，再看一下效果。3、2、1，效果不明显。但是没什么效果呀，我再多试几次看一下啊。我找到大概射门了，就是这个大概是倾斜45度啊，然后是往天上射击啊，不能垂直射啊。我再试一下啊。啊，经过我们刚才试玩啊，大概总结了一下，这个就是可以能玩得起来，但是射程不是太远啊，也就大概2米。如果加上这个降落伞的话，如果不加这个降落伞，这个能弹射大概有10米左右。这个力度实在是不行啊。力度的话，可能是因为这里面的弹簧还是比较细吧。然后是加降落伞，只能2米左右。啊，今天的测试就到这里是吧？喜欢的朋友们记得关注啊。